它的扁扁有没有看到？这是它的扁扁。哇，这个衣服比较酷。哇哦，草种金鱼。金鱼是从鲫鱼开始的。是鲫鱼变过来就是变金。那是蛤蟆。蛤蟆的眼睛。它肚子怎么都那么大？看到戒指不到了，在睡觉。然后他头都肿肿的，对不对？狮头，所以他你最怕的是狮头金鱼，对不对？他的头都肿起来。哎，他们怎么在睡觉？然后他们正在睡觉啊。不过他们的黑眼睛没有闭起来。他们是什么？他们在休息啦。是啊。因为他们的黑眼睛没有闭起来啊。哦，狮头型，虎头型，这头上长瘤的呀。哎呦，这是好恐怖哦！哎呦，第一个恐怖的，它的那个前面有两坨脑包。吓死我！哎呦，他的眼睛怎么这样子？万一破掉怎么办？好恐怖、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眼睛。妹妹，这个鱼有没有很可爱？我觉得这只比较可爱，上面那只比较可爱。望天球，它的眼睛，哎呀，眼睛，对，也是一样。因为它嘴巴，嘴巴长瘤了哈。蜜蜂叮吧。我拍蜜蜂叮的。干脏了，妹妹。跑掉。太屁。那明天再拍一张好不好？不行、啊。快点啦。好。你帮爸爸拍，你帮爸爸拍。可以吗？哦、oh ，我看。好，走。金鱼幻境。哇！哦，好酷哦！看地板。哇，这种比较正常的金鱼。嗯。来看爸爸，看爸爸，看爸爸来三。三二，好，再一张。没有人要拍我。
小怪跟爸爸拍一张。然后三二看 GoPro。好，来小欧看爸爸。小欧，我开始转圈圈了。哦，头晕了，有没有头晕了？妈妈，我在里面，我在里面没有看到啊，他们呢？要不要跟内脏拍一张？没有人要跟这只拍一张啊？没有啊。哦，那你们拍这边可爱的，这边是可爱的金鱼，快点，是可爱。框的地方要深色的，要深色的出来。哦，好，姐姐她说框要深色的，你把它改成什么颜色的？加灰的吗？好，紫色好。紫色也可以。我也是要。你接的出来了？出来了。来，我们去放。等一下，等下游过去了。这只是你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它只卡在中间，它还没游过去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啊，等一下，爸爸的飞行器。爸爸的飞怎么了？你的怎么了？他脸不见了。因为涂银色的关系。
小猫咪的这只就是，哎，小猫咪的这只。那一只还是黄黄灰啦。变，这是变无脸鱼了，变不见了。不然这出来一定很可爱，应该涂深色的，对不对？你这脸美人鱼就成功了，对吧？好、哦。你被卡住了。把我夹住了。你太瘦了，还是怎样？妈妈不给我出来。他不给你出来啊？对。我想说你怎么卡那么久？